好了，我问你了。我想到一个笑话了，我在想个老板娘。Robin， 爸爸，什么事？跟你讲一个笑话。什么字跑得最快？我不知道哎，是飞机吗？没事。直升机？不是。要不然是什么鸡？麦克鸡，是麦克鸡。为什么是麦克鸡？麦克鸡怪，是麦克鸡怪，是麦克鸡怪。哈哈，爸爸，我在问你哦。你讲啊。什么鸡跑得最慢？是什么鸡呀？啊。为什么是妮可基？因为妮可基嘛。I know. Thank you so much.